省员各界，为庆祝第44届台湾光复节，举办系列的庆祝活动。在前一天晚上，在中兴新村运动场举行释放烟火，揭开了庆祝序幕。整个的运动场看台上座无虚席，当烟火开始释放时，观众的目光立即为五彩缤纷的火树银花所吸引，并且夹杂着掌声欢呼声，非常热闹。今天复兴基地各界热烈庆祝光复节，为台湾同胞享有自由幸福而欢呼，为复兴基地的繁荣进步而鼓舞。但是我们必须要放开眼光，认识到建设台湾的最大目的是为了光复大陆。事实上，我们唯有解决大陆问题，才能保障台湾的成就，也唯有踏着坚定的脚步，团结奋斗，才能达成我们最大的任务。中华民国78年10月25号上午9点，台湾省员各界齐聚台中市国立商专运动场举行庆祝大会，省府主席邱创焕到场主持。首先由游行队伍分别通过司令台，向主席及各界贵宾致敬。游行的队伍由台中市各机关、学校及中部民间团体所组成的仪队、鼓乐队、啦啦队、民俗技艺队等。为攻读李总统登辉先生光复节谈话，李总统特别强调，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不再是弱者，在
但是距离我们的目标仍然有一段距离。现在绝不是可以自满懈怠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一个有人文、重伦理的社会，勤俭、守份、敦亲、睦邻，爱乡土，也要爱国家，这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社会。还宣读了李总统致邱主席函。
以祭祖台湾胸怀大陆的使命感，来迎接挑战，巩固国家的安全安定，希望早日完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时代使命。宣读大会宣言。为宣言之后，上李总统及三军将士致敬殿，庆祝大会圆满结束。
中华民国78年10月25日上午11点，邱主席与主持庆祝台湾光复节大会之后，来到台湾省立台中一中康乐馆，主持省属公教人员集团结婚。132对新人在亲友来宾的祝福声中，缓缓地步入礼堂。省府邱主席历任以来，共计主持有11届的省属公教人员集团结婚典礼，计有1708对，可见主席对省属公教人员的终身大事非常重视。这次婚礼，男女双方主婚人分别由财政厅长林振国、主计处长林志忠担任，介绍人由兵役处长徐文玉、省府副秘书长廖胜雄担任。本届集团结婚编号第一队的新郎陈龙正先生、新娘邱月娥小姐代表接受邱主席致赠每一对新人的结婚证书、洗衣机、烘碗机、缝纫机、工具箱和妈妈读本。下午4点，
省员各界庆祝第44届台湾光复节酒会，在台湾打招呼，酒会立即开始。
团结和谐的环境之下，共同努力，很辛勤的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这成果得来非常不容易，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行政院李院长最近提出，挺胸，昂首，迈向21世纪的这个施政构想，里面对于今后我们要努力的各项工作都有详细的具体的步骤规划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在李总统、潘辉先生、在李院长、细尊先生领导之下，继续努力来开创21世纪光明的中国的世纪。现在。现在让我们起杯来恭祝中华民国国运昌隆，李总统邓辉先生、李院长细尊先生正功安泰，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健康愉快，全体省民都幸福美满。谢谢各位。请行政院李院长致辞。Let's invite His Excellency Premier Li to address. 邱主席。In the past 44 years, under the policy guidanc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d through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ur development has progressed extremely rapidly and resulted in the impressive achievement recognized by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wisdom and hard working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best wishes and admiration to those people in Taiwan. 最后，请邱主席、高议长、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先生，敬祝各位健康快乐，谢谢各位。Finally, 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best wishes for Governor Chu, Speaker Gao, and all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here. Thank you. Thank you.
团长的身份，非常荣幸地代表24与中华民国有邦交的国家晋升我对此役光辉节日的祝贺之意。我请对贵国友善的国民，在这个光荣的节日里，祝你们愉快。庆祝台湾光复节，我们要惜缘、惜福和感恩的心情，共同为建立一个互信、互爱、温馨祥和的社会而努力。庆祝台湾光复节，我们要牢记国父求中国自由平等的叮咛，和先总统蒋公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的遗训。庆祝台湾光复节，我们要以立足台湾、胸怀大陆的使命感迎接挑战，把台湾的发展提升为中国的发展。我们更应该遵循李总统登辉先生的训示，中国的统一必将取决于全体中国人的公义，台湾的前途绝不能独立于统一的中国之外，国家的法律绝不能宽纵任何分裂国土、自决于全民的主张。庆祝台湾光复节，当我们回首往事，不仅要珍惜现有的成就，更要珍惜宝贵的经验，继续不断地团结奋斗，规划一个更美好的未来。